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二届衢州烂柯杯世界围棋公开赛32强赛的比赛。我是解说员李康。首先带大家进入一下现场画面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次的这个32强比赛呢，是在这个衢州进行。前两天呢，衢州也是承办了围甲的这个闭幕式，所以说呢，中日韩所有的高手现在呢都在这个衢州希尔顿逸林酒店进行比赛。今天的比赛呢，应该说这个非常的精彩啊。有这个申真谞对赵晨宇，柯洁对谢玄准，朴廷桓对李宣豪等重头戏。我们今天呢，为大家首先带来的是李宣豪和朴廷桓的比赛。这位是申真谞。这是上野爱香美。对，上野爱香美也是实力非常强的棋手。前两天应世杯选拔对上朴廷桓，也是以最微弱的这个劣势输掉了比赛，非常遗憾。对，刚刚还战胜了我们的顾子豪，顾子豪，嗯，啊，那是金石。相当具有实力。这是米玉婷，应该说中日韩三国现在最强的棋手啊，都在这个比赛里。这位是卞相一。哦，刚才说战胜顾子豪的是金恩是池，金恩石，对，大家好，我们欢迎回来。今天很高兴啊，和李康老师来为大家做这盘棋的讲解。朴廷桓和李宣豪，其实他们应该也交手挺多的对，了，但是总体来说呢，朴廷桓93年出生，他比李宣豪的年纪还是要大，还要大2岁。李宣豪是95年出生，95年出生，那我们就赶快先带大家来看这盘棋哈，需要帮我们调一下这个棋谱，现在我们稍事等待一下哈。好，在讲解之前呢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棋手啊。朴廷桓呢是目前的韩国等级分第三，然后最近的这个世界比赛呢成绩也是非常的好。同时呢也帮助他们的这个两支围甲队，一个呢是中国的围甲队深圳龙华队拿到了这个第一个联赛冠军。那么他在韩国的这个围甲队呢，同样进入了决赛，所以说朴廷桓呢，最近应该说是，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这个感觉，对，说起来这个联赛还没有恭喜李康老师，你们这个刚刚获得了围甲的第三名，第四名，第四名，第四名也不错，第四名也不对，已错，经相当好了这个今天好像前两天刚刚颁奖是吧？对，就是我刚才也是跟观众朋友们介绍过，这个前天呢，刚刚在衢州，进行了这个围甲的闭幕式啊。刚刚那颁么奖。李宣豪呢，这个同样啊，虽然说他们队的成绩没有这个特别好，但是呢，李宣豪个人是围甲去年围甲的胜率王，也是这个目前中国可以说抗韩的最厉害的这个英雄之一，是，成绩斐然成啊。绩斐然，对。对，那今天这个棋，其实我们今天讲两盘棋都很有看头。对，李宣豪对朴廷桓，然后下一盘棋呢是柯洁对谢对，玄谢玄准准，对，柯洁也是刚刚拿回了这个等级分第一的位置啊。对，同时呢，获他这得这个个围甲最有价值棋手。对 MVP，对，所以说呢，柯洁最近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火热。我觉得柯洁应该有很大的希望能够再进一级。对，这现在是32强嘛，我们对他的这个肯定不止于此啊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带大家来看这盘棋吧。好的，那么经过猜先呢，是这个李宣豪猜到了这个黑棋，那么可能大家也知道啊，现在呢，这个在大贴幕时代，相对来说呢，猜到白棋的这一方呢，会心理上占据主动，是，烂柯杯是我们中国举办的，所以是贴七木贴板。七木板，对，但是呢，李宣豪这个，应该说啊，最近的状态实在太好啊，这个佛挡杀佛，神挡杀神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，黑白棋可能关系也 不关太系大，不大对，怎么下都很顺，是对，吧？李宣豪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少见的这个星单关，在这个手角，好，白棋呢，在这边先来挂一下，挂个角。挂一下，黑棋小飞。
飞的时候呢，白棋就没有再走这种，我们相对比较常见的脱了班之类的啊。这个啊，我们其实时间还挺充裕的啊，我们给大家看一可以给下大这家个看一片，下啊，简单看一脱下。了连对，班脱了是连吧？班，对，这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这个定式之一啊，黑棋会那打肯了，定是粘打了了，粘，对，然后白棋拐回来，我要压一下压吧，一下啊，然后白棋长。好，那么走到这儿呢，这个右上角呢，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。对。紧接着呢，黑棋有很多地方可以选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最常见的点三好，三三啊，三。小飞挂角啊，包括右边的什么开拆啊、压呀、这几个点都可以选择，就看李轩豪自己会喜欢哪个方案。好，但是呢，实战他条又实战调停环没对，有，没有在这里拖，他只是挂了一下，然后他就手脚去对，了。手脚，我看最近的棋谱好像特别流行的就是这个大飞手脚。大飞手脚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单关跳单手脚关，啊，对，像以挺前多我的。们这个小时候学习的这个小飞手脚，好像目前在棋谱中出现的哦，越来越少反而变了，少了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实战大飞手脚，点三三，对，大飞手脚呢，对，李轩豪直接点三三，啊，白棋挡，黑棋在这里爬啊，然后白棋小飞。黑棋拖，那么这个边呢，应该说一上来形成了一个，看起来比较复杂的定式啊，可能观众朋友们呢也有这个，有所了也解所了啊，解，你是飞刀。你是飞刀，对，这个定式呢，应该说复杂呢，也复杂，但是呢，说简单呢，也可以下得很简单。那么实战呢，两位棋手就是下出了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个变化，哎，他们走了一个简明派啊。对，其实这个诗里面的变化是，非常多的，对，就是要说起复杂，那就论不完了，是对，吧？是的，好，这然是后黑棋搬，顶，然后哎，白棋长，然后黑棋冲，这个首先要看征子，黑棋现在征子是有对，利，黑棋生子有力啊，在这里断白的小箭，这都是长。长，然后白棋压，压，黑对，棋如果搬，征子不利的话，白棋直接就可以搬这个啊，好，黑棋的他然们不后会呢，犯这种对，错。好，黑棋搬。对，其实就是下一手棋的这个选择了。他实战是选择就是您说的粘上，对，粘上就这个简变明，化就变得非常简单啊。如对，果是在这里搬，然后打出了虎，这个变化就相对比较复杂一些。对，而且好像这个还实时在更新吧。对，反正感觉经常有职业棋手下着下着，哎，怎么又不会了？变化太多变化太了，多了，对。所以实战这个朴廷桓也是，没有在这个地方和李轩豪去斗这个，特别复杂的这个米氏飞刀，选他择就了呢粘了，相对比较稳健的这个粘，他可能觉得我们可以看下后面的变化啊，他觉得自己的配合也还不错，这个是必好，然的那断，断，然后他是没有侯，对，过去我们是这样侯了，当当当立到这对，对，我儿们可以给了哈，观众朋友们摆一下啊，这个以前的变化呢是在这弯，白棋贴。黑棋走，挡啊，然后白棋夹，然后黑棋立，立，对，然后白棋打吃，黑棋长，白棋贴，这个好，是黑棋比长，较多对，见。走到这儿，白棋下一步好像有贴了飞的，也有飞，直接飞的啊，好哦，像都有，那差不我多觉得怎吧，么下好像都还行啊，还有不飞的，比如说类似拆一个也挺好的，我是感觉如果走成这样的话，白棋上边和左边的配合，也都不错，是，他实战是没有猴对，啦，实战是他没是有侯这个，打吃，这对，是一个新手吗？这样的话，应该说，和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弯呢，大部分情况下，就是说在大的地方都差不多。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实战长，黑棋提掉，踢白棋掉，跳啊，白棋就跳了一个，这样呢，这边就定型了。那么应该说呢，这样的话，黑棋的这个子，我们看，好像感觉会更加轻一点，对，同时好保像，留将来这种什么二路点啊、打弱等等一些这个，就是掏白棋空的一些手段。如果是按我们刚才摆的这个，这样有子这对，这样就子是的啊，话这样的话白棋这个挡是个先手，黑棋呢左边想掏白棋就比较吃力了。对，人家随时可以走对，啊，所先以不说也走。是各有利弊吧。目数可能是黑棋稍微暂时啊这个少了几步棋，对，和这个刚才我们比的话，黑棋大概少了。三四目，三四目，对，但是呢，好处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，白棋呢没有刚才那么厚，后黑棋呢将是来有一些这个借用。是的，然后他走这个，好，然后黑棋拆啊，那么这边就不走了。白棋在这里拆，哎，白棋拆这个个，二，对，这个拆二好像很有意思。哎，他为什么不拆三？他拆的是二，对，拆三，我估计黑棋是不是也估计也是往这边拆呀？
哦，也脱线是吧？他可能觉得担心将来黑棋，比如说类哦，似克这种，重，如果我这样，对，什么跳一下之类的，这样他会不会觉得拆二的位置可能比拆三好一些？这样的话不是有可能少一个打入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是不是这么设计的？反正如果是逼在这儿的话，他可能更强调，比如下一手啊，什么打入啊对，之打入类啊，的对，哈。然后比如说，对，像这个，小云老师所说的这个飞过来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进一步飞压，如果走在这儿的话呢，肯定不好意思往这儿走了。对，好像这个下一手就会略欠一点，对，但是有可能就是对这个脚上就会稍微更有一点薄，巩固的好一些。对，好，那么实战呢，白棋是哎，走它在了这个是，叉，对，然后拆在这儿。对，黑棋拆战，好。那么先到这儿，我感觉上好像是一盘，双方这个要互为磨样的格局了。对，李康老师，这个地方我顺便多问一句，好像有一种下法，黑的走这个是吗？对，好像见过这个飞，然后白棋在这里震吧，好像，然后后续我就不太懂就是要了。跟这个地方作战了。对，然后看好像后面就真的有这种点的可能性，在这儿要但搞事是情。对，但是那个局面大概是这么个手脚，挺宽的。现在白棋等于是守到这儿，所以黑棋这边还能不能进来？我也不知道。飞一个确实是见过啊，飞一个见过，但白棋继续。应该是会震一个，接着进攻。如果黑棋长，白棋呢，贴。在这里贴，对，这样呢，其实跟我们刚才摆的那个打这个图啊，你觉得是就不是是也挺这样，像差不多。的？差不多啊，好像，顺势好像想把这个地方对，围控给对。围起来。其实白棋呢，这个思路也比较简单啊，就是说通过攻击黑棋断点这颗子呢，把这先围起来，同时呢上面尽量保证自己呢别出太大的事儿啊就行了。是，那也许黑的就是这样考虑，所以他也没有马上动出。对，因为不动出的话，我感觉白棋也不太想去吃这个啊，这个好像吃的也比较小啊，这黑棋将来这种地方，比如说什么什么掉一下之类的，可能吃的也没什么劲，可能白有棋。道理，是的，他就专门花手术去吃，他也不愿意，他宁愿你来跑。对，好，所以呢，实战盘中环呢，在这个地方也没有继续去这个，去行棋啊，走对，的是这边的这个尖冲，他是这样子啊，先哎，冲尖冲，完，对，我有点没有料到，对，还在这碰靠，一个，对，这是连环手段吗？确实，如果说把这些子都拿掉的话啊，这个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棋谱中看得多一些，就是对对，单关角呢直接，在这上面碰上来，这样黑棋有下扳、上扳等等一些这个简单的变化。那么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呢，白棋等于是说，哎，在这对，尖冲了一下，也许是朴英桓在对弈中啊灵机一动的这么一个发明，也有可还能。是跟他之前走这个就是有所联连系，贯哦，对，感觉对，上。小伟老师说的非常好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基本上呢，白棋尖冲之后啊，黑棋呢很可能在这儿会走出一排这个后势来。那么这个子的位置比在这里就明显要好一些，因为逼在这个别人后势上，别人一打入，可能很这个子啊，我们简单摆一下啊，假设说白棋这个，比如说往上长，那么黑棋这个打入进来的时候呢，白棋这个子的位置就明显不如在这个拆二的位置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朴英桓可能拆二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了。想好了，应对，该是的。这边呢，我将来尖冲的时候比较的愉快，因为这个子呢离黑棋的后势会稍微远一些。这个想法的前提其实有点像什么，李航老师，就是他不准备发展自己了，他对，就准备把你这个模要样先取破掉。消掉对对，哈。对，因为如果发展自己，刚才我们也说了啊，这个子呢，这个随时可以这个类似在这种地方去掉一个或者飞一个，可以跑。白棋呢，如果花手术又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啊，然后这个类似飞震的要点可能会被黑棋抢到。这个飞震其实我们看一下，也是超级大的一步棋啊。哦，白棋跳起对，就来，是白棋跳起来，跳起来对，呢，这个我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啊，经常说这种呢叫做双方形势嚣张消的长的要要点。点对，啊，那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白棋跳，因为下一步棋基本上像这种飞啊什么这都先手啊，所以白棋呢自己的这个模样就膨胀起来了，黑棋呢就大。萎缩了。反之呢，如果这个点被黑棋占到，那么白棋大概是飞一个，好，然后呢黑棋可以继续啊用这个什么靠的长之类的。那么这几步棋下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白棋上方的模样就变得很小了，那黑棋这边的模样呢就膨胀扩起来张了。起来对，了，
所以说呢，希望棋友，咱们这个棋迷朋友们啊，在这个对局中也是要多多发现类似这种跳，这个呢叫做双方形势消长的要点，很大。非常大的一步棋啊。好像我看了一下，这步棋是决意一选，好像哦，现在这个局对，面，好像决意也是觉得白的跳挺大对呀，的，我先张起一块嘛，你这个地方要张再说，对，这边是黑的也吧？不太好张啊，因为这个确实要往这自己跳，感跳有觉点尴尬，感觉挺无聊的啊，这白棋随便掉一掉，感觉挺无聊是的，的。好，那我们他的这个下法，反正我觉得还挺有趣，我们对，看看能下成什么样好，啊？先冲啊，黑棋然贴，然后后呢，白碰，棋在这里靠。那么一靠呢，确实黑棋在这边，也没有什么这个太发力的可能性啊，因为如果上班的话，我估计白棋会选择这个下方，下班对，啊，我估计是啊，黑那是。么我是不是就不能像原来那个打了打对，了？如果好是像，对，如果打了打这个，它长，接上，然后白的拐，这样是什么？这样好像是一个很复杂的对杀。感觉上黑的好像不太行，他反正连不上对，反正这嘛，地方肯定过不去，过不去的话，这边欠个打，这两个欠个扳，我觉得白棋应该是有头绪，那么另外的手段应该也不大好吧？比如虎一个的话，白棋可能会。打一退，哎，打了一退，其实我一会儿说不定要搬对，对，你说不定有可啊，能搬了啊，黑的一长，那白棋可能是就直接搬过去了。总之吧，白棋这个靠呢，就是想这个先手把黑棋这两个子啊，和这个单关跳这个回家的路呢，给这个分分断。段了，对，因为本来如果正常长的话呢，黑在这一飞，那么基本上呢，这个就连到一起去了，白棋再靠不就没什严么劲厉了啊，或者了，就没劲了，所以呢，他选择在这先靠。好，然后呢，实在捋顺好，在这搬，白棋呢，哎，再来个搬，搬连搬啊，好，连搬呢，那黑棋确实刚才我们说了，好像也动不了，唯一可能有点反击的可能，是不是就是这个打回去？但是这样的话，我估计他我可是不是冲出来了？我敢吗？我这样从这冲出来是吧？啊？我敢吗？这个还没有，停！对，很暴力的一个 图对，啊，对，一接，我说对，虎还是接？我搞不清好。这都。这样就形成转换了啊，感觉是黑棋飞一下，然后吃一个啊，这个图不知道会怎么样。白棋把黑棋的这个角呢变成自己的了，但是外面白棋损失惨重，这边都动不了了。这个图不知道怎么样。他实在没有这么选哦，对，他实是战一粘圈上好像了，是稳稳的粘上。对，粘上也挺好，对，也正常吧，粘上。不着急，好。但是呢，这几步一交换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呢这个渡过的手段啊，有点被白棋给防回住了。家的路被防了，因为再扳的话呢，白棋将来有可能有这种连扳的手段，这地方呢黑棋就回不去了。是。对，好，实战呢，白棋跳，黑棋长，白棋跳，哎，这都是比较这个普通的招法啊。好，接那么下下一步好像来，黑棋下了一步很奇怪的棋。你说他现在第43手对，是第四十吧？三手下了一步很奇怪的棋，反正我觉得啊，如果是，如果是宁对，夏，按我们下，我估计这步棋应该不太会思考，就会在这飞一对，要么是飞，要么是震吧，或者就是这个方对，反向正是对，因为吧？震的话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哦，有白可能的会有可能从这贴，贴了扳，这样黑棋这个棋形不太好，长对，呢被也有白点的难尖一受下啊。啊，有点难受，我感觉是，要么就是飞，要么就是贴一下飞啊，可能还是直接飞吧。直接飞的话，将来这冲了刺一下挺舒服的。我也敷点那对，个，点一下，将来这冲了刺一下，刺我点粘上，下点上，来。对，现在黑棋输完就轮到这个自己去补棋了，对，大家怎么补一估个？计只能类似顶一个，这拐一个肯定下不出手，还是顶一个吧，实战呢，这个李轩豪是想追求这个更高效率啊，在这先点了一下，这招说实在话，就是有点没想到。对，他是想什么？他想对方如果走这个，对，走这个的话，那他应该就是顶了扳比一如下，说这对，样，顶了扳一下，对，然万后一我是不是还要裂？立一个，哎，他再争过来，那么这几个呢，他觉得应该是便宜了。如果这白的，应该便宜不对，少啊。白的如果不走的话，黑棋一顶，那这颗子就死进去了。白的如果拐过去呢，那这个刚才这个小袁老师也说了，本来我就想震，现在等于我震了一个呢，这个白棋，差不多啊，当时可能这个有点夸张啊。
等于在这儿立了一个啊，这可能我们有一点夸张，但确实是，反正你自面闭上来说呢就是这样的。然了，后呢，黑棋这点了一下，白棋挡啊，这两个黑棋呢基本上是不亏的。然后再回到飞，顶了搬一下呢，稍损一点，但是应该也还就能是在接受。大面上来说的话，这点是小局哈，对，细节，细节对，但黑的震和白的二路扎丁这个交换，它实在便宜太多 对，了。白棋大方向肯定不能接受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也是李玄豪的一个想法。那么第二个图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如果白棋是贴这个反击，哎，那么黑我棋是呢，不是跳啊？对，黑棋跳是好棋啊。对，这个白棋呢，局部没什么可走的，只能拐过去。那么有了这个子呢，可能就把刚才白棋的这个哦，飞的飞这个防了。要点呢给防住了啊，再飞我要靠断反击了。啊，它这个点其实蕴含的是后边对于这边它的对，一个思路。因为这个飞是眼见的非常重要的要点，所以呢，他肯定很想争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先利用几下之后呢，他觉得再争过来会好一些。但是呢，这步棋，朴廷桓也不是吃素的，说，哎，你这想这个欺负我，对不起，不行。哎，白棋先把黑棋的这个要点给占住了。哦，它这个棋其实也挺凶的，希望把你分成两块对，啊，然后这缠步。绕攻击。对，这步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凶的一步棋啊，因为本身，黑棋这个贴和这个贴呢，白棋是肯定能走到一个啊，啊。见如果上贴，合。我就下贴，实在呢是下贴，白棋就上贴。对。那么首先感觉黑棋在这儿啊，到底怎么样，一眼很难看出来。那么白棋他可能想，就算你在这儿，比如说活一块，那如果这个飞的要点呢，能够被这个白棋抢到啊？啊，也能满你意。还能接受啊？对就你对。活一点的话，我这把这飞抢了，你这仨不就危险了吗？是，好，那我们他这个棋，看他挡下来，好，实在挡下来啊，对，白棋然贴，后呢，他拖，拖一下啊，这这个都是比较普比通较普啦。通，好搬，然后搬黑这棋再搬，个，哦，他没搬，他跳的，他是要走这个被虎了，对，如果搬呢，肯定黑棋会虎啊，然后。这样有点 AB 见合的意对，思大吃啊。接住。对，那么这个无论是被断掉，这一断是不是就崩了？我感觉对，白棋，断是没有下一对，手或了。者就搬出来也行啊，搬出来这外边肯定就碎了。这白棋，搬和断啊，对，都行。都行。那么白如果退呢，黑的一虎，活贴这了。活的还是有点太舒服是的，这个可能不能这么轻易，所以他跳就是希望你这个地方，最好你再立一个。对。哎，这哎，可能所以有点呢，实差。战这个朴廷桓呢，也是这个没有走这个简单的挡啊，因为挡的话，他觉得活的可能太大了一点，跳一个呢，希望黑棋反正，比如说，就是个立一个，立一个的话，估计白棋是不是会选择再虎这个，这样好像就好很啊，多。这差好多对，啊！如果是这样这还没活，活呢，这我起码打麻是先手这啊，粘上这粘上也是先咋手，活呀？粘上就粘上哦，啊，粘上你就粘上是吧？我走这个，你走这个，对，不过两这个。样的话，这个白棋比刚才，这好了不知道多少啊，这个把黑棋欺负成这个两步棋，然后再回到这边的我刚才说的贴或者飞啊，这个不是一个能这个水平等级下出来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看，虽然说黑棋都是活棋，但是呢，白棋的这个处境可以说是这个天天壤壤之之别，别，是是的，的，他还不能立。刚才说的就本手嘛，可能立一个，对，但是本立手可太能是亏立一了。个，但是立确实活的不太满意，好，所以实战的李玄豪在这里加，加，这个地方我感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变化，是吗？这个他实战是反击了对，嘛？反击了，我如果有虎呢，不明所以。对，所以对虎的话，他应该就吃一下粘上，然后做个劫吧，对，这样的话，白棋外面反正肯定是挺薄的，这比如说搬，这个，比如说飞过来，我不知道黑棋这边会不会就搬了。搬那完，是这个顶是你的，对对，吧？这因为这顶顶完是你我可的以钱，搬一对，如下。果你断上来，这样我这边再搬，味道挺外面坏还有点的，长什么对，味道挺坏的，对，反正作为这白个，棋他不愿意，就是被你打到一下，是吧？对，他打是，到完一虎，黑棋这个棋形就很有弹性，而且白，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外面白棋这地方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弱点。他实战呢就打进去对了，啊，非常狠啊！但是反击，这是朴廷桓的风格吗？这一打确实打的也是，可能把李玄豪打的有点晕，他可能以为白棋，就对，是，就加了，正就常就这样，虎过去嘛，就算了。一打的话，其实好像黑棋还是应该吃这个。
是吗？我对，提是吧？对，提我上，提还是真提？反正他打，哦，那就一样。我现在粘和团选一对，个。粘的话，他是不是有虎的力，然后也对可以呀、啊，那杀，我不是死对，你可了？能还是得虎回去，虎回那去有我，啥区别？对，咱没们什么这没，个对，没什一么区样别的。啊，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对对，呀、啊。哎，主要也就是说，他是。能选择一个还原。对，他可以选择还原，但嗯。主要是实战呢，李全豪是咱们如果从胜率上来说嗯，啊，那么鼎石这个呢，这个黑棋的胜率呢，大概是50，咱们只就是说不讲这个局部啊，咱们只讲胜率，那么这个鼎呢，胜率是50，嗯，实战呢，李全豪一顶这个，被白对虎，这嗯，胜率只有20，甚至哦，20以下，所以说这一步棋呢，那有点，降了30个点这一顶，对，这个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再看啊，对。反正现在是先从客观的这客个。观的，我们从这个 AI 给我们的胜率来说，那么这个棋呢，如果打劫，AI 认为呢，双方是差不五五开多，啊，这个嗯，变化也很复杂。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啊，打劫的话呢，白棋差不多就虎回去啊，然后黑的对，就提，是看劫彩的白的事粘，儿，对，黑棋呢可能就直接吃上来了啊，然后白的一提，我黑棋呢，搬一用个，搬，一般一找劫呢，白棋其实，全盘没什么太合适的劫啊，也不知道走哪儿了，这边黑的也挺厚的。那个已经提成这样了，这边好像也不知道走哪儿。对，可但是能这没被黑劫。的一提，刚才不说了啊，这顶了一般，白棋这边是非常薄的这个形状啊，顶的话现在可以断，那我先来的，顶就完了呗，现在刚顶，才这样提的时候我就可以顶。对，先顶啊，先顶上。好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个地方双方也是斗智斗勇啊，最后呢形成了这个朴廷桓相对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结果，对，那他就是，顶，其实我也没有看懂，李康老师，白棋又挡着，怎挡么？住确实这地方我也没太搞清楚。那么黑棋我估计啊，就也是只此一手了，只能虎力了。那我一尝呢？我这不是，哦，尝你粘上啊，是差吗？个粘上，对啊，这哎，样的那我话，提啊，我不是对，活的哦，你这活边到的，这边打了一长，对我估计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嗯，黑的虎了一力呢，要不然打了长杀这边，嗯，要不然呢，吃角，挡在这杀这明边，白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三个子啊，可能有这个棋迷朋友说，那当初说的这三个子儿不就死了吗？那就死了哎，呗，死其实无所谓啊。这个虽然死了啊，但是这个地方一对，般木还可以收一啊，收。黑棋其实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便宜可以占啊。首先提到这儿，这步棋白就挺难受的，这是打还是粘？哎，这个有结，打的话呢，黑的肯定一提，这个棋将来多半能提过去。所以说这走半天，其实白棋收获不大，有限啊。也就15目，黑棋这边已经赚5目，随便围一围，这15目就回来了。对，而且你还要注意，你这边角都没对，这了，角可是我白来的啊！这刚才可是白棋的大飞角这加不拆能接二，受，不能现在接受，被不能黑接受。棋吃掉了差不嗯，多15目左右啊，是这的，个还是有点大。不能接受。这接个应下该也来，是李全豪的这么一个预想图预吧？想图，预想图那就是啊。他没有想到人家虎了。对，他可能，因为我觉得啊，在我们这个职业棋手的这个思维里嗯。啊，像这种棋被拐出去啊，有点一般是很难这个对，容忍的。是对，的，嗯，像我教小朋友下棋的时候，经常说这种棋被拐出去叫烈行啊，对，啊。是这个的，什么是叫的，烈行呢？撕裂状，撕裂状啊，这个子正好让人家从这穿出来。那烈行呢，我们肯定不能下。所以嗯，呢，可能在这个他们这种世界冠军啊，职业顶尖棋手的眼里呢，就下意识的觉得这个顶，就是他的，你是嗯，肯定要挡的。你要不挡呢，我拐出来，我走还是不错。是。但是呢，这盘棋恰恰呢，就出现了这个拐出来呢，它不太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啊。他们看拐了之后呢，白棋啊在这里双，对，白棋就走一些本手，对，对本手吧？啊，然后黑棋顶吃，白棋拔掉，可以打吃，结果好。那么走到这儿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结果，咱们要不然简单给大家判断判断。嗯，这个等于相当于是什么呢？相当于呢，就是黑棋这步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把白棋呢这个角上的目啊，破掉了。从这儿给哎，从这儿这个虎下弄啊，这下也来算是把白棋的目给穿掉了。了。嗯。但是呢，黑棋付出了一个比较惨痛的代价，就是这块棋和这块棋，现在两块棋啊，不一定能连到一块儿去了，嗯，就是有可能要被白棋攻击。同时呢，这个底哦，下没有眼，这边呢，刚才我们也说了，毕竟是回不去的这么一个状那态。如果要是连不上的话，有点危险啊。对，连不上，基本上就必死棋了。连不对上，呀，对，所以说这个地方，李全豪得好好考虑考虑，嗯，想尽一切办法，一定要把这两块孤棋给它连上，哪对怕对就是对，损一点也得连上。
这个地方他就来了，好，我们看靠。实战啊，下的非常好。哎，在这先靠一下，靠一下之后呢，这个如果白棋比如说强行断开啊，我估计那他肯定是先舒服的尝一下，这个尝实在太舒服，病，对，只能我病，得病吧，这得硬对，不啊。病一飞就死了啊，然后嗯。再一飞，这样的话当初这个子我们看，或者先飞这个是不是也行？我估计或者跳一下应该都行啊。这明样白呢，了，哎，这这个底下我反正也哎，很委屈。底下白子也说了啊，吃了也不大。关键嗯，这边啊，白棋这个太难受了，打吃也不是，不打的话被一尝，几边都特别薄。好像不好啊，对，白的，白的不好啊。好，这个肠很大，这个肠实在太大，这个肠，啊，对，所以呢，实战长团啊，当然也是，算是一般。那么一般呢，这个黑棋啊，下一步棋啊，也是非常有意思。嗯。正常来说呢，这个顶完之后呢，我们一般会选择啊，这个普通长，的感觉，是长这个出嗯，头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棋不能长，因为长的话呢，白棋会在这贴一下，这个难受，只能顶。哎，白棋嗯，呢顺势一跳。那么走到这儿呢，可以看到底下没眼，然嗯，后呢，这两块，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，被分开，被分成两块。同时呢，刚才这个什么长先手啊，飞什么威胁白棋的这些手段，对不起，都没有嗯。了。只剩下黑棋可能要这个，自己这个一个人去慢慢的往中央逃命去哎呀，那这个棋就了。失败对，这了，个嗯，黑棋就比较被动。彻底失败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李全豪呢又下出一步妙手，好棋，哎，在这个连扳。靠了一连扳，好，嗯，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说是李全豪这盘棋下的，非常精彩的一个局部之一啊。一会儿还有更精彩的，我们一会儿再说。一会儿先预告对，先卖个关子啊，一会儿说一下，也是了，跟这儿有关系啊。一会儿有一个更精彩 好。的。那么这步走完之后呢，这个，连扳之后啊，这个白棋呢，目前就只有两种可以选择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实战把的，吃，哎，打吃完提掉，那么黑地吃。这样呢，虽然说黑棋啊，我们看在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嗯，被白的先手抓了花。把花儿，但是呢，刚才我们也说了，现在黑棋没办法，两块棋都快死了，只能是这个用一些代价保证自己呢，两块棋咱们怎么说先连到一块去，连上了哎，就连上了阿就弥好，陀佛了，对，嗯。就 OK 了。那么如果白棋不打吃呢，那他就只能退。退的话呢，好像黑棋这地方啊，也有一个这个加的好棋，好哦，像是这样啊。好像对，挺妙的，对，嗯，总之呢，黑棋反正是要想办法啊，在这个地方左右逢源，都有风险，那两边呢都得给他要上来才行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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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要白棋退，我觉得心里一万个不愿意，对，这样因为本 来白黑。被人家转对，两本来下，黑的肯定是不敢加的啊，加白棋对，肯定就冲出来了。结果呢，被黑棋这顶了两下，这个加它就不能冲而且这了。都是帮手啊。对，这都是帮手，嗯，这是个的，不情愿，所以我觉得他实战的这个转换还是可以理解的，对，就把这提掉个啊，打提了，然后黑的打嗯，吃，啊，告一段落了，对，告一段落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看了一下胜率啊，白嗯，棋是高达这个85%。哦，是吗？对。那按道理来说，85的话，确实是有点优势哎，对，小云，我了，觉得说到这儿，我们跟观众朋友们聊聊这个胜率吧。嗯，嗯。其实很多可能是，就是水平，甭管是最高的，像柯洁、申真谞这样的，还嗯是呢这个，刚刚学棋的这个，小朋友啊也好，嗯，是成人也好，入门的哎，入爱门，好者对。哈，那么通过这个胜率呢，都能这个很直观的看到现在目前的局势谁好。对，但是呢，也有这个职业棋手说啊，说胜率不能太迷信，嗯，看着挺高的，其实这个胜率啊，几步就回去对对对对对，那倒是真的。了。你要说这个99%了，那输了的也有，是也有，吧？就不是100%的啊。很多东西呢，咱就是看看。对，所以说这个胜率呢，就是说不能这个盲目相信啊。像我们现在看这个决议胜率，它后边呢还加了一个这个目差，误差，对。对，比如说现在白棋85%，但是呢仅仅领先4目棋。哦，好像还得除二，他们说。还得除二啊，啊，对，就是两目。只打2目棋啊，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反正我觉得就领先个2、3目，这棋盘还有将近200个交叉点可以走棋的，所以说这点优势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对，我觉得对爱好者来说，咱就不要天天盯住那个东西看了啊，对，看个乐呵挺好的。但你要相信了，可能对你来说也挺痛苦的，对，赢不下来赢不啊，下或来，者对。是这个棋你就觉得你好，那不一定。
不一定，对，既然有，比如说有朋友说，哎，他这胜率都80%多了，怎么下两步就输了？那确实，哎，如果今天听了这个小勇老师的分析，他就知道了啊，80%多，其实呢只领先一两步棋，那可不，对，这很个有哪钱。出了一点错就回去了呗。是，反正现在我觉得，就咱们的职业高手对这些，就是他们一线的这些一流高手，应该都是有数对。的。也就是大家把它作为一个一个参参考，考，对，就是目前的局面谁优谁劣，有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参考。好，我们回反正到，现在是白棋可能略优吧，对，但是优的很有限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，然后白棋靠，黑棋虎，白从棋这边长，先定型两黑棋立，个。对，下一步棋啊，白棋走了一个，我觉得，挺奇怪的，在这儿尖了一他想啊，个，想威胁加。威胁对，可能是想加，啊，我觉得呢，以这个人类的思维来说啊，这靠俩之后肯定就拐一个嘛，对，挺对吧？舒服的呀，关或键者觉飞一个，得，肯定得把这两个子儿和这个当初的这几个棋子连一块儿去。对，这样呢，如果黑棋打吃呢，白棋这底下也就清了，就不要了啊，加一个，先把自己呢右边这个地方先保住。这个拐应该我是，觉得拐一个像是一对，应该招是巨追大的一，赶，哎，巨大的一步啊。好，实战呢往这尖，他哎。没有，他想威胁威胁人对，家，放这尖，然后黑棋在这里贴，白棋长，黑棋再贴，白棋搬，那么这一搬之后啊，应该说这个局面啊，已经朝着朴廷桓完全不可控的这个方方向向发驶展去了，是了啊，吗？哎，本来正常可能尝一尝呢，这白棋还能保持一点这个微弱的这个领先优势，哎，实战一搬。搬的话，这黑棋确实也就没棋走了吧？这逼着这个李全豪断上来啊，这不可能在这个夹缝里再走来走去不要了。拱了，在那个地对，方。那不可能的。好，实战呢，黑棋断，应该说这一断之后啊，几步棋之后，哎，黑棋反客为主，就把这个地方呢，把白棋快打爆了。关键白棋确实很薄啊，我觉得它的棋形这个真的就都属于是，就吊儿郎当嘛，这种都 稀碎。对，对。那么暂时这个家，我看好像对黑棋也没有什家是么，什么？提是吗？对，加黑棋，反正活棋肯定是没有问题啊。提完之后，这我一团就对，这一火团，了，而且还可能是先手活啊，不仅对，是要活，还是先手活。这一得不拐偿失。啊，这拐下来，白棋肯定盯不住啊，一拐这全碎了。所以说，白棋对黑棋这边呢，没有什么这个有效的威胁手段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这个朴廷桓一看也不太好办，先跳再战啊，吧，再战再啊，战。好，然后呢，黑棋在这顶，这就挡其实住。白棋是有点没必要的一个选择对，我觉哈。得，尤其是这个尖去威胁黑棋，我们先可以先拿回来。我觉得是完全不着急的这么一步棋啊，这个先把这拐住，两块棋连后，将来慢慢的从这尖，这个黑棋也不会去搬嘛，因为搬这个。太厚了，人家啊，都，搬这个白棋想打吃它也不便宜，脱先可能也行，他也不会去搬这个。好，应该说这步棋应该是，我估计下完啊，咱们如果朴廷桓输了，我估计他可能会比较后悔从这尖的选择。真的，我都有的时候都觉得，你今天是不是还不如飞一个呢？对，虽然飞一不便宜，那把它给个，弄，对，就是封进去算了嘛。这个尖啊，或者贴，对，对或者不是走什么，应该黑棋都可能会在这吃吧，估计。这边一打拔的话，刚那边才的哎，关白棋系，这边就变得比较薄，底下呢黑棋有一个这个飞过的这么一个手段。那还是算了，别对走了，啊，我咱觉得这别就走不是走棋的地儿了啊，了。这对，白子已经抓了个花，黑棋已经单关连回了，是的，是吧？咱们就算了啊，这种地方别欺负人了。就是。好，实战他呢，是尖啊，然后就此展开了。那我们要赶紧迫不及待看一下了。后面您给大家留了一个伏对，我们笔留了一个伏笔啊，啊，一会儿这怎地么方，那个李逍遥应该说下出神之一手啊，一会儿我们这那个，么妙吗？对。好，然后扳断断啊，这都比较正常啊。跳，然后跳啊，黑棋顶下，太期待了，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刺啊，这都是比较，这个刺其实很舒服啊。刺完之后，白棋这两个就不太好回拐不上来了了，这拐不棋，上来了，所以黑棋虎断。好，就是在这好个时候棋。啊，黑棋跳，白棋跳，那么下到这儿啊，这个应该说下一步棋啊，李逍遥下出了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步棋啊，这步棋也是当时我看了一下，在这个解说区也是一片赞叹声啊，是说这吗？步棋我觉得他够呛能下出来啊。开始，解说不太看好，因为这步棋确实太难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我么。们先让大家先分析一对，下哈。首先，现在的这个焦点肯定是这个子对，肯定是集中在这一块儿。对，
这个地方想要说把这个子拿住，我看也是不可能对，因吧。为简单的话，这个是白的这都有先手嘛，是打吃，感觉都不太好。所以说呢，利用白棋啊，因为按理说我们会觉得这个提花是非常厚的一个形状对，啊，挺这厚个的。再包括还又尖了一个，实在是没棋走了。但是呢，哎，李玄豪这步棋就是在白棋的铁壁上啊，硬生生的凿开了一条血路。哇塞，走哪个？好，在这挤了一个，挤了一个。好，这步棋应该说也是我估计啊，可能把朴槿惠给吓着哇，这个了。挤确实是乍这么一看有点妙啊。对，这个戟呢，其实就是说，是白棋的应手啊。这个，因为现在呢，黑棋啊，这些子儿相对还比较轻，也可以考虑这个弃掉。弃所以掉。说呢，哎，先看看这一戟这边能下成什么样。那么白的如果这个简单接上呢，黑棋这个地方呢会选择这个第二个妙手啊，在这连扳。哎，等你打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那我会了，哎，黑棋呢一正好双在这叫一抠吃，吃啊，对。对，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啊，这个底下呢，黑棋这都是活棋啊，所以呢，白棋往这里边走呢，没意也义没什么啊。劲。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能从这打死？我也不知道。打完一粘，反正多了这个几个扳，对中央的这个攻防呢，黑棋肯定是这个会有很大的便宜。这地方等于白多了2个子儿，跟这个中央作战的时候。那么如果吃这个的话呢，那黑棋正好在这一粘。他也得粘也得这个粘白啊，的对，这个黑棋呢，在这一抠，这样的话呢，白棋这边，已经这个损失非常惨重了。这边，那么这两个呢，黑棋，就可以考虑给白棋了啊。黑的一吃，这两个给白棋也没事哦。儿。黑的呢，等于说，那黑棋刺到这一哎，下对，了，黑来这两刺个一就下，比较轻了。对，这样呢，基本上其实等于是，差不多看成这样了。那么黑棋呢，只是损失2个子，把白棋这边所有成功的潜力全给破掉了。破掉了。全给破掉了，然后拿到了宝贵的先手。这是黑棋成功了，对，好，所以说这步棋应该说是，我觉得啊，如果这盘棋李玄豪能赢下来这盘棋，那这个棋绝对是功不可没，可以叫胜招。可以载入这个年度妙手 对，哈，可以，其实真的啊，挺妙的。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围棋天地啊，这个比较专业的节目呢，每年会出一个这个百大妙手，或者对。说100个难忘的时刻。那我觉得啊，不管是今年哪位这个高人执笔，哈哈，我都会向他推荐一下。这哎，波哈，请记住李玄豪的这个戟啊，我觉得是肯定能够入选这个年度最漂亮，或者说这个对，它不是那种就是说一眼一看就是一个手筋什么的，但是呢，你细细一品，哎，它确实是很有味道的一对，手，这步棋是非常漂亮的一步。好，我好们继续手。往后看。那朴廷桓这种大高手，他肯定不可能站对，住他粘上的吧？话，被他一扳，这个就又没棋下了，他也没 说太了，没面子了。太没面子，所以呢，实战，大哎，吃，打吃反击。好，黑棋一长，长的时候呢，他不能提，提的话，棋已经死了，对，这个地长方一呢，个，还逼着得长一下。好，黑棋一顶。大吃，黑棋打吃了一下啊，哎，打吃，对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如果白的这个去冲，黑的一提，那么双方呢这边的这个差不多，但是黑棋呢等于把包袱全甩掉对呀，你粘我再了，一拐嘛，粘一拐，对吧？你这边冲，黑棋是什么事儿也没有，那白棋左上所有的潜力都化为乌有，对，就这吃了棋。两个这个废子是吧？对，粘的话，我觉得是不是还能踢回来？我怀疑。哦，对，顶这个是对，因为先顶手先啊，手，没准这个地方还能贴回来啊。那这个摆的更更不狠一好，点。摆的更不好。对，这一贴，这个如果黑棋什么事都没有，这白棋真的就只吃2个残子。对，他不能给提掉这个子的，对，所以他呢，是实战提白棋了，提掉。好，所但是呢，以，这样黑的一双，等于黑棋呢在这多了几个援兵，跟白棋呢作战起来，好像黑棋就比较主动了。所以这就是这个几它的这个妙用妙用啊，非啊，常漂亮这步棋。好棋呀、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白继续往灯后看，虎，好，白棋虎住，好，黑的一扳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会感觉到啊，黑棋呢通过这个戟，其实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，等于在这个地方连下了2步棋。我们可以把这棋录下哎，拿下。是的，本来刚才还挺头疼，这咋办刚才呢呀？是这么一个局面啊，现在呢其实差不多就等于黑棋顶的时候，白棋呢往这吃了一个啊，跟我们刚才说震和钉可能有点像。那这个要点太重要了啊，这个其实大家肯定都能看到，这只要被黑棋扳了一贴进去，头被封不说，白棋自己还得忙活做死活。活，对，本来这白棋呢如果单顶，那肯定闭着眼睛，都会在这尝出来。对，这个肯定是要尝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也是更能看出黑棋在这里挤过的这个妙味所在啊。
所以这几招棋就成功的化解了黑棋这儿的这个危机对，不仅化解了黑棋的危机，白棋现在反而要陷入危险了啊！一对，顶一顶，对，然好后白棋。棋扳住啊，哦，我觉得看李全好的棋，经常会有这种让你赏心悦好。目对的对这对，种。经常是下出这种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你刚开始看起来呢，觉得。不太理解，后面呢越往深里想，他这步越棋的这妙。个妙味儿呢就越能体现出来啊。没错。对，这也是为什么李学豪这个最近这个成绩这么好啊，就是说他经常能下出一些别人很难想到的这种棋啊，非常厉害。然后他只好做活了。这个纵然他是朴廷桓，他也得好好的活呀。对，虽然他是朴廷桓，但是呢，现在是在李全豪的势力范围里，他也没办法。对，还是得想办法啊。实战白好，棋是靠啊，然后黑棋搬，白棋退，对，其实这都很损啊，这些交换，他黑对，的这亏一长，目，对，那当初这靠两下，这个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了。好，然后他搬。走到这之后呢，朴廷桓急了，觉得要是再这么去委屈的做活，这外面可能没法看了。我估计啊，他这靠退可能也是就想好了，你肯定要长，我呢搬出来反他击。就是为了你要敢断我这儿有先手，我就断你了，对，是吧？断的话，我估计他会长吧。长是先手长的吗？话，这边打了跳家之后，再做活，然后还是打了力，打力会不见得行，还得见，我觉得他就断了，就说断不是吧？定啊。这对，个我也没什么把握。这个确实不知道了。这一断，可能也够黑棋喝一壶 对，的。我觉得不因为好这个办。地方啊，如果不搬的话，那么黑棋的选择其实是比较多的啊，什么打个贴啊，或者单搬之类的。但是这一搬之后啊，黑棋这个地方所有的气都特别紧，对，重了，重对，了，都重了好多啊，包括白棋，像类似这种贴，可能就黑棋都不太好办了，已经。是，这个打和冲要见合了，所以说搬的时候，我估计李学豪不太可能断上去，这断上去，太有勇无谋了，明摆着人家这个地方要断你啊，人家已经把套儿都给你设好了，对。咱肯所定不以能往里钻。得想想办法啊。他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找头搬一下，绪，好，这个搬也是好棋啊。希望白棋来断，断的话呢，正好黑棋占先手哦，啊，那这个大吃就一下。无比的愉快了，对，黑的。然后呢，黑棋这两个消化完再一断，那对不起，刚才你说这个断呢就不成立对，了。就他搬就是引诱你来吃，对，咱这个也不可能了。朴廷桓也不可能啊，好，冲反击。黑棋打吃，那么现在呢，进入到这个新一轮的啊，这个，这又一个战场一个新的战啊！场了啊。好，这怎白棋么长，就这么两手之间？好，黑棋跳，那么走到这儿呢，应该说，我觉得啊，以我的水平，已经完全分不出这个地方到底是谁在攻谁了。黑棋这儿有个贴，白这儿有个断，这两块棋是谁厉害，我也不知道。进入到这个超级复杂的这么一个中盘战斗里了，已经。对，这个块数有点多呀，咱块这数有点数多，起来确实。啊，好，那么后面应该说就比拼双方的这个战斗力了。但李全豪的战斗力好像是非常夸张是啊，的，非我常们强可以大。看到好，啊。实战呢，白棋在这里搬。粉好，然后连扳。粉，这两步棋呢是破坏黑棋形状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有效得也果有。好吗？效果好像还不如直接贴出来，因为这个贴早晚得下。这四个除非棋你不要啊，那了棋筋不可能不要嘛，这四个是棋筋不可能不要，还不如早点贴出来。贴出来也不知道黑棋会走什么。实在，在这走几个，其实白棋等于是把自己走重了啊。是好，啊，这然招后好吗？接住，黑棋得一虎，粘住啊。对，啊，黑棋一虎啊。哦，好，虎在这儿呢，这个跟观众朋友们多说两句啊。我们这个比赛呢是3:30准时开始为大家进行直播是的，那么在3:30的时候呢，的，下到这里，正好就下到了这个虎，也就是说我看到最后一步棋，然后呢开始和这个小雪老师呢进行直播，那么当虎这个的时候呢，我看了一下黑棋的胜率啊高达97%，也哦。就是说这个。通过这一挤啊，当时可能大家还记得，我们说，靠的时候呢，白棋的胜率是85%，那黑棋只有15%。对，结果呢，经过这一挤啊，包括这边的长啊、打吃啊、虎等等啊，李全豪通过一系列这个非常漂亮的下法，已经把这个局面不仅仅是扭转了，而且说是要碾压朴廷桓是的，了。现在是其实真的上了95以上，咱们就可以确定这个优势了对对啊。对，这是的。个95以下，咱还不敢多说，但现在肯定是优势。肯定是优势，对，好。
那么然这一虎呢，这边后，一断，估计白棋可能就这边就完那白棋很了。失败吧？这四个基本上算他死对，了这四个吧？对实战的话，盘啊，连环也没办法啊，这个只能是在这先补断点啊，补断点呢先跳一下，真相，啊，黑的粘啊，先补定点。嗯。但是呢，被黑棋李全豪在这个位置一飞，那么中央白棋这四颗棋金，宣告这个无疾而终了。这个确实没法要了啊，如果贴黑棋好像可以先跑，提哎，可了以是提掉，吧？对，因为有个断，这白的没辙，只能粘对，过去。连不回去啊，这轮黑的人家啊，这下，已经死了啊，这好像黑金脱线是不是都行了？我怀疑。他就算应一个吧，这有个啊，靠对，什这么的，反正随得便补走一个一个吧，也无所谓啊。啊。对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或者比如说补在这边是不是安全一点？这样的话顾点下边可能安全一点。反正这四子现在你就甭想着活对，了，那这四个一死，白棋不仅目数损失很大，这个八九十十一，快15目棋没了。同时呢，黑棋中央下方这边三块弱棋都连到一起去了。白棋再也没有这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反击的可能性了。好像突然一记绝杀似对，的，就一下子，现在白的肯定要赶紧想想办法对，白棋吧。赶紧想想办法啊，在这里飞。这步棋呢，应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步啊。如果不他得飞，比做一如个加说，过，是哎，吧？黑棋呢，要么加过，或者这个冲了打个立，都可以啊。反正一步棋呢，这个黑棋在右边呢就过去了。还是目数挺对，大的，加过去比较简单啊，加过去，白棋也没什么手段啊，加过去挺好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他飞在这儿，让黑棋呢这边先不成立。好，然后李逍遥尝了一个，好，非这常么稳厚啊，重哎，他可吗？能觉得现在优势很大啊，彻底把中央的什么靠啊这些手段都消除掉。对，虽然白棋靠了一下，好，黑棋退，借用一对，下借用一吧，下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这中央四个子就彻底被吃掉了。对，然后尖，好，接啊，这个是白棋的权利，再冲，冲顶，顶住，好，再冲。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定型啊，对，一本对，道，一本道啊，对，然后搬回去，好，然后然白的后中间白虎一个。棋，虎一个啊，这个劫黑也打不动啊，粘回去，提，提都没提啊，提提了一下了，啊，提了，飞一下就是，提了一下，好，然后白棋飞，这个是绝线，对，好，提，因黑为的这劫。个地方其实就是当成人对，家的，粘住啊，好，就像你，那么走到这儿呢，基本上好像要就是收官了啊。我们再看一下，然后白棋爬，黑棋呢在这里挡，那么虽然说啊，从这个胜率上来说，黑棋高达这个97%，但是呢，如果从这个目差来说啊，黑棋呢仅仅领先6目，刚才小雨老师也说了，还得还除得二，还打一折还得打呢，一折啊，再还得打一5折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按这么看，黑棋，那也就是说，大约就是盘面10目左右的优势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因为贴7目半嘛，领先3目半，那差不多盘面10目，10目到11目，这个优势呢，我觉得，说说大呢，大也大，说不说大不大也不也不大，大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有个好消息是，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官司，好像就就都是挺都简比单较的公哈，式哎，比较公化式化。只要是李全豪后面别犯这个，太致命的错误啊！但是咱话是这么说，这么多官司也不好说是不是就都能收对啊，这也不好对，说。就棋呢，还是要一步一步下对，啊。但是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是李全豪的形势比较好，比较好，优势，优势好。这白棋个，拆，这个是最大的了。现在呢，白棋就是要把上方这块空的，先围住再说。好，然后然后他呢？是哎，黑搬棋搬，二路往搬里一下，收一收，然后白棋贴，好，黑棋搬。李全豪，我觉得这个优势意识也是非常的，非常浓啊。这个哦，直接他就就啊，顶直接回顶过去去，啊，感觉有一种就是铁胜的感对，觉，这个黑棋确实下得挺稳的啊。这个其实我们，刚才可以看一下啊，走成这样之后，我感觉白棋这儿形状其实挺薄的，我感觉。有没有就什么是啊，什类么？似拐一个之类？他们觉得都不便宜。实战选了一个最稳的啊，尖。不过他主对，要是可能自己是稍微也有一点点那个，对，顶可能是个好棋啊，因为顶的话，白棋肯定不能立，立的立话，跟黑棋你顶，虎先手。这样白棋就还得单关粘如果回一去。顶，你可能就碎了。对，刚一顶就才，碎了。对，不行，不能不能卒这读，个不能肯卒定读，是不能过的，只能粘上，可以度过。
那应该是现在李轩豪可能也是这个判断清了这个形势啊，哎，觉得自己呢只需要这个按部就班的这个去收官，这个棋呢大概率就会拿下这盘棋。对，他们是从12:30开始比赛，对，那么到现在咱们4:30的话，进行了那四个四个小小时，时，理论上呢，肯定有一方要读秒了，对，对对，或者说离这个读秒呢也已经这个比较比较近了很啊，近了啊，好。几棋也是进入到这个胜负关键处，咱们看看，努力的跟上他们的进程吧，还有吗？哦，还有。还有啊，好，那么打完这个之后呢，这个下下一个步上，棋，这个不走的话，黑的无论是吃这个吃这个，白棋应该都受不了，一吃这边都死了，所以呢，没办法，是只能粘上。啊，哦，粘完之后我看到了，李轩豪，不依不饶啊，又下出了这个非常这个狠的一步棋这个啊，就是他这个的意图了，对。这边呢，黑棋走后之后，上方就可以放开手脚啊，直接这个靠起来。还是下的这靠好，起来还是好像还是很厉害啊，因为搬的时候我说黑棋是尖啊。啊尖它立，我估计它会搬吧。啊，活在里边是对，我吗？估计它是这么狠，这么我个的意我图，的，哎，对对，你应该这样长，是吗？然后爬。哇，我估计它是这么想的啊，这个对，外这还面有个白断，棋可能有点薄，它可能应该是这么想。所以靠的时候，朴廷桓连搬都没敢搬，那就是说认为这个地方被黑的一搬，他觉得吃不掉。实在选择转换，他是先挤了一那他应该刚才先挤一下。下。你说粘这个之前是吧？啊，那挤黑棋可能也不会粘这个吧？黑棋可能就飞一个去打这个了。这个哦，挤再挤不着，收一对。收，但是靠的时候再挤，这肯定是挤不啊，着了。对，现在就又转换了，对，黑棋搬，然后白棋吃，白棋吃，黑棋挖，挖棋哎，挖，这样呢，双方在上方呢进行了一个转换，黑棋呢把白棋目破了，白棋呢把黑棋这角吃了，但是应该黑棋还是稍微好一点，我感觉应啊，该便宜应该稍吧，微便宜了一点，主要白棋上方这个目就不好守了，实在守这个，确实如果往上守呢，黑的一飞底下就漏风，但是对，呢往下守，黑棋呢在这里一刺。哦，这哎，个白棋只能粘啊，然后黑棋一贴，贴上对，来，哎，这两步一下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那白棋这边的目也就没有了。这然后他不能硬了，哦，他立了一个，确实是，这立了一个，没什对，么可走的，立了一个，因为这儿也分不断了，也分不断了。好，然后黑棋断一个，断一个，很厚实啊，断一个哦，断一个啊，断一个也很断一大，个大是吧？他觉得是被对方占，有可能是先手，对，断一个，然后白棋退，现在就进入到这个收官的阶段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退的时候黑棋一路大飞啊，这也是常用的收官妙手。是，白棋走哪去了？没有白棋怎么硬啊。长了一个？这步棋很大吗？长这个我感觉很小，长这这道棋什么意思啊？长，因为没有棋啊，这里。长太小了吧，这个也。长，然后黑的尖，对呀，这道是什么意但思？是我们看啊，这个胜率好像不知不觉的在接近，也没有。对对对，接对，近在了一接点近了一儿，点啊。刚接近才了这一个点。黑棋的胜率是高达97%，现在呢，虽然说这个经过一系列定型啊，棋盘是变小了，但是呢，黑棋的这个胜率优势啊，也稍微变小了一些。黑棋的这个胜率呢，只有89%了，啊，刚才是差不多98%左右啊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变化上没什么亏损呐。对，我感觉黑棋其实下的挺好的，这边渡过，上面也破了，左边也进来了，该抢的也差不多都抢到哦，不过现在他是好像这个战斗的主要方向对，奔到在那这儿里了。打吃黑棋尖这个，然后白的打出来，可能打是出现来，在好，黑的棋，只有粘了。黑的只能粘，这边会下成什么样？我是挡住你吗？我是不把知这个道，吃了吗？我把这个吃了把这吗？吃了，反正咱们现在啊，李康老师已经跟上他们实战的进程了对，所以咱们得，我们得先停一下咱们看一看对，哈，先，大致这是个什么情况啊？这边的话，一吃黑棋是不是能冲完虎回来？冲是先手，冲还是你直接跳？你敢跳吗？
那您要累死我怎么办？离趴，再拐了半这个是吧？把，对，拐了半这个，嗯，是，我觉得冲，那你要只能粘，粘上，冲粘上，然后我只能单关回去，白棋再回去。那但是这边黑棋确实木也锁挺多的，那不冲啊，已经吃了啊，已经吃对，现在就是吃这个。了，我当然有一个困惑是，白棋为什么要尝这一下对，啊？这个确实没太这看个明白，你完全可以不搅换，你直接走上边啊。这个很大吗？这个不走没黑棋有不看是出来，啊，黑顶了家是吧？顶了家也不大吧，我感觉这步棋确实没还太看，行，只能说还行。好，一冲，是这样啊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要为这个观众朋友们，介绍两盘棋，对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这盘棋呢已经跟上了这个实战，我们呢到最后呢，这个讲完柯洁的棋啊，会回过头来再给大家报一下这盘棋的结果，对，因为从现在来看，本来李全豪是非常，应对，该说是有优势优的，势的，现在也没有说不好，但对，是呢，稍乱一点吧，对，从胜率上来说呢，还是有这个。还有点优势还吧，有一点优势啊，但是不知道这个局部下完这个优势还保不保得住啊，这不知道。对，因为这个读秒了以后，确实是对于棋手的这个很多影响也是其实挺大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实际他下了吗？下老了师下一步冲了。冲这个翻车了啊，那啊，这，翻在哪儿了？对，这个你可以点一下这变化图。好嘞，我看一眼。哎，稍等啊，稍等。我对。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儿，这个变化图。煎一个，煎一个，那跟粘是没什么区别啊，就是一煎一个。样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决议的意思呢，认为这个棋，黑棋回不去了，已经。这回去之后被白的一扳，挡住，然后一挤，这一挤，他认为上面两个和这个粘就是要掉一边了，意思我现在也不敢跟你分段，就。嗯，是吧？我对，杀不过你气。对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这是刚才这个变化图，对。是啥？现在小尖小尖，就小不尖，冲，单小尖能回去，是这个意思，就不要对，冲。别冲能回但去，是冲完就不这个行了跟小吗？尖这怎么会差了这么多？挺复杂的，跟挺大家复说一杂，下这个，这里面这个变化一时半会儿咱还不好对说呢，有可能涉及到多重的转换。对，那我们就先休息5分钟，然后呢，会给大家带来课。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那么我刚才休息了一下之后呢，要为您带来的是韩国棋手谢玄准对阵中国棋手柯洁的对局。好的，那么柯洁呢，大家都很熟悉了啊，我们就不过多介绍了。谢玄准呢，应该说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韩国新星，那么今年呢，据说也会在这个围甲联赛中啊，哦，亮相啊，对，亮相，对，我们也是拭目以待，看看他能不能有一些这个出彩的发挥。对，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柯这个洁，是柯洁，对，对手是谢谢玄玄准，准可以看出啊，来啊，这个娃娃脸非常哎，小和啊。我印象当中的样子有点不一样，可能我也是见得他的有点少，有点少，是的，是的，还柯没洁，有这个太出名啊，对，好像99年的，99年的，对，非常年纪非常小的这么哎，一位顶棋手，号。申对，敏这是俊，丁浩和申敏俊，对，32强，他们是都在同一个场地里对局。对，是的，也是刚才也说了，是中日韩最强的这个棋手们，现在都在这个衢州这个进行比赛。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大致看了一下，今天是不是有冷门啊？好像这个上野是不是获胜了？对，日本的这个上野爱笑美是，女子棋手啊，但是战胜了这个中国的世界冠军谢尔豪九段，哇，不可以得了！说爆出了一个这个大冷是，门。但是呢，前两天这个金恩池也是啊，战胜了这个谷子豪九段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人工智能以来，不仅是男棋手的这个实力差距在缩小啊，包括一些优秀的女棋手跟男棋手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了。对，像以前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可想象，以后可能就是常态化了。对，这刚才的画面当中是谈笑。对，好，欢迎大家回来啊！我们看了刚才柯洁呢是对谢玄准，谢玄准的面孔稍稍有点陌生，有点稚嫩，应该说但是他其实
好像我觉得他在中国的成绩都挺好的。嗯。我对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尾乙，每次他当外援，然后嗯，都能赢很多，很多盘是，然后基本上这个队就能冲甲。啊是，对，所以说，能代表韩国参加这个曲周大科杯，包括他的这个等级分应该已经排在了韩国的前10左啊 哦，是右，的。所以说呢，也是冉冉上升的这么一颗新星，稳步上升，稳步上升，是的，嗯，是他今天能不能冲击到柯洁呢？我们拭目以待，好，看一下，柯洁呢拆仙之后，柯洁拿到了白起，应该说这是一个，他应该是喜欢的，对，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兆头吧。嗯，二连星，二连星，白起二连星，三三，好，3-3啊，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开局了，挡住啊，黑棋爬，好。白棋长，黑棋飞，这盘棋应该说啊，一上来呢，这个点了3个33，哎，哎，我们看这个是第一个三三，现在嗯，4个角，所以嗯，说呢，理论上能够点4个33，啊、哦，对，大家都是下二连星，对。所以我们看看啊，到底这4个角是不是都是以这个点三三的定式而来且完如果成？要争先手的话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把这个五步棋下完，对，一个角下完对，一个角了，下完啊，这是非常常见的开局。对，好，那么这边呢，多下了2手，变成7步棋了。他是飞的，好，飞的呢，刚才我们那盘棋，这个嗯，嗯。朴廷桓和李玄豪呢是选择了拖这个米氏飞刀。嗯，柯洁呢肯定觉得这么复杂的变化，我没必要给你下这么复杂的变化啊，对啊。呀，而且我觉得无论怎么说，这个柯洁还是有点上手心对，态肯定是对，吧，啊，所以说觉得走稳一就点，哎稳一点，正常下就可以了。好，点完那他个之然后后点呢，三三，黑棋继续点三三嗯，啊，那么一上来这个已经点了3个33了啊。好，在这哎，里我记得啊，在 AI 刚出来的时候，这种局面还挺多的，对，就大家当时也。反正不可思议吧，觉得不好啊，或者怎么样？对，觉得说如果围棋的所有变化都是以一个点三三就结束了，确实，很对，觉得对。好像有点从无，这个艺术感来讲啊，都嗯，是所有人都天天吃一个菜，那肯定也没什么劲了。但是现在大家慢慢的在当中，其实也摸索出很多不同的东西，对，也嗯。就包括点三三有很多变化，包括这边有什么扳了靠啊，长了长啊，断啊等等等等对，啊，也有是很的。多的这个，包括这个右上，白棋，傻了力，对，这嗯，个有打了虎啊，打了立，打了扳这么几种下法啊，就是说，当然打了立肯定是最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变化。对，然后等于那个角现在就放着了，对，这个角，其实按理说这个手脚肯定巨大啊，对，我多守一个多守一个嘛，哈，嘛，肯定是嗯，巨大。实战呢，谢玄准应该说从一上来啊，也是这个拼劲十足，直接嗯，从这里打吃出来，跟这个白棋作战，求战求战，心切对，呀。白棋长，我觉得他策略是不是也是，比方希望乱中取胜对，他也觉啊？得，如果跟柯洁，比如说正常的这种这个，比如说你守一下这个，我守一下之类的，他可能觉得，或者说白棋拆一个呀，他再什么拆一个，白的贴起别来啊，对，啊！就是如果是这种按部就班的进行呢，可能机会没有这个战斗起来这么大啊，对，我觉得也是，也正常啊，他就选择激战吧。对，这也是年轻棋手这个面对，柯洁这个一个常用的这么一个策略，总是希望把局面弄得乱一点。嗯，好，爬，哎，先。他是爬的对，是先吧？对爬对啊，对，先爬。对，不要压的话被人家压的话拐被人一了，拐就哎，扑这了。个不行。好，他这个时候呢，尖哎，一柯洁在这先下，尖顶试一下鹰手啊。他是不是也曾有过，比如说你要是这样子，我就弃了的想法对，就这个他应该先也得先虎一下吧。呀？啊，这样，如果说是这样对，的这样话，的话他先搬。搬完，如果这样，对，走到这儿不知道后面他会选择什么，因为再压肯定就压不后着手了啊，这黑棋肯啊。定要藏起来了。对。对，所以走到这儿，我不知道柯洁是准备是不是单长之类的，长完跳之类的，还是直接顶，这就不知道了。这个变化就有点太复杂了。对，实际上黑棋就是退吧。对，退的话呢，这个尖顶啊，后面我们也看到，这个尖顶起到了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。哦，这里呢也是先卖一个关子啊，所以说可以看到啊，柯康洁老哎，师，当时这个尖顶为什么后面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，我嗯，们呢一会儿再说。嗯，好，实战呢，打哎，在这吃，打吃，啊，然后黑棋长，好，白嗯。棋长，那这都是，挺必然的啊，黑棋压，呀，白棋嗯，长，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其实，感觉压过来倒是也正常，是吧？压过来的话，哎，我也觉得这不是把你压低对，吗？啊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它这个尖顶一下就便宜了，正好可以跳，冲哦，的话联虎，络对，比较安全比较安了，全了，对，冲嗯，可以虎起来。实战黑棋就没有继续在这里压，他是跳在这儿。
对，它在这里啊，然啊，后这有这一要个，尖了一下，对，尖了一下，然后白棋在这儿飞起飞，来对，飞啊，起来，好，飞起来之后呢，然我后觉得黑的好像也没啥对，得的吧，再这个飞看上切，对，去，然后加，感觉黑棋走的挺沉重的，这地方走了半天，嗯，没找什么东西啊，白棋搬，白棋这个联络啊，各方面处理都没什么问题，是的，然后在这里拆，嗯。黑棋冲。白棋立，哎，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啊，黑棋嗯，这个地方，就直接跑来冲这个啊，就是要吃白棋这四个字。那么，那是不是有点重？对，这个确实是完全没想到啊，去吃嗯，这四个感觉那个不太重要的这四个字因为黑棋自啊。身只要头很畅的对，话，也没有也必没有死活要必威说，胁，这随便走一走都是活棋。关键是。这样的话，刚才我也说了，这个尖顶一下，白棋便宜的太大了啊。好，我们马哦，上我就们会看看。到。它是还得便宜，你哎，看柯对，洁也柯很洁呢也鬼。是继续啊，这个，叫什么？得理不饶人啊，在这断一哎，下。断好棋。好，断呢，如果黑棋反击，那么白嗯，棋打吃。我就要转身了。对，黑棋提，哦，打掉。打掉，好，黑棋粘上，我是渡啊，吗？那就还渡是啊，那就啊？渡稳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几颗子啊，黑棋就吃不掉了啊，因为断的话，白地挡就活了。所以嗯。说，大概就是黑棋可能得上面飞之类的，就双方就转换了。然后黑棋吃这个，白棋呢，这地方还有个扳。这个扳啊，我们一会儿也会摆到啊。这个扳是，局部来说非常这个漂亮的这么一步棋。黑的可能就无语了，这个一对，般，这一扳，因为这只能断上去，不断也没棋走了啊。你断这个被对，一扳，对，被这一扳，死对，的活这的，这是，个，对，反正就算能活，这哦，也能活只得能并提了一个，棋。对，这活得很惨。而且如果刚才行不白行不棋有可行，能虎在这儿，虎在这儿棋就死了。那对，就死了，对，所以说，刚才我们也是卖了个关子啊，这个煎一下煎一好下呀，棋，便宜了特别特别多啊，因为如果是。不煎这一下，那么再煎呢，黑棋肯定就会选择这个搬粘了，这样呢，白棋就什么也没有了，这嗯，搬也不敢搬，这外边有个断也不敢搬，活得很大，这不搬着挤入你，你也对，没什会，么对，怎么着，啊。黑得也不会长，就是这意思，对，一长呢，这个被白的实战课间这一扳啊，这地方直接就死了。对，好，我行，们回这到实个战。柯洁早先已经有所预谋啊，对，其实早就给你部署好了。对，这也是能看出来，这个超游棋手啊，在这个战斗之前就已经先把这个叫什么呀，这都伏笔埋伏笔好，都埋好了。对，嗯。然后呢，这个战斗正好就是朝着柯洁预想的方向去前进。好，打吃介入，这一局下来，白棋又挺爽的。占了一点小便宜啊，然嗯，后回到这边的挡，黑对，棋断，白棋粘，对。哎，那这块能活吗？好，我现在哎，就很也就怀是说，疑啊。这个时候，哎，柯洁图穷匕现啊，亮出了这个扳，这一扳啊，黑棋确实局部，有点为难了。这扳，断被一对，扳，好像是好进像死对，我觉得的。他只能扳这个吧。但是扳的话，白棋一粘，哦。一跳啊，这个应该是黑棋也挺苦的。对呀，我反正，不断这一下对，了，我肯定不断这个，我将来要么点了爬，要么加，肯定不会断。对，这样就是说，黑棋可能还得后手补活。那白棋又拿到先手，这就，不太会了啊。这可能，嗯，这个转换白棋肯定是非常满意。所以局部黑棋属于无应手的状态，对，局部也对，现在拐也不行，拐人家粘，这个黑棋肯定是这怎么走也不行啊，它肯定是杀不过白棋这地方。对。所以说被一扳的时候，这个局部黑棋已经，就不知道走哪儿了，确实不知道走哪儿了。断的话被扳，扳就粘上做活，怎么走都不行。那不是等于黑棋这个布局完全失败了？是的，走到这儿，所以说从胜率上来看，黑棋已经几乎处于接龙的没状了，态啊，没有了。12%左右啊，已经嗯，差不多了，已经。好，我们看好，看，然后他这个，点这个啊，这个也不知道想干嘛，这这想让你个，粘呗，对，那白啊，的不会粘粘了我啊，再对。说。其实我看了一下决议的意思，简单跳一跳就行啊，跳一个你啊，反让正，你回去你啊，回去，然后那呢，你再吃我太无哎，味白了。棋呢再加一刀，把这个连角带边彻底的变成自己的就 OK 了。大优，大优，好，嗯，实战呢，柯洁直接粘先啊，粘粘上也上，没事啊，粘上黑棋就不吃了，黑棋能大飞出来。柯洁想得开，不硬了。哎，不硬点角，其实这个棋我觉得要我下，我肯定压这个。您是准备压了再对，压？我觉得这个地方跑出来不是挺好的吗？就跑呗。他肯定觉得这我对以灵你，活著称对，这啊。白棋反正就正常跑出来呗。跑出来之后，
这黑棋其实也没什么东西，他可能就不想哦，跑了。他就不想跑，对，他不想跑的话，那确实前面跳一哎，下，决议的这个跳还是很有道理啊，对，就是防住黑棋的这些，就是联络了，哎，基本可能上，有可能来攻掉白棋啊，嗯，这样就稳稳的补住就行了。挺好的。实战呢走成这样之后啊，柯洁直接在这里点三三，这样呢形成了这个四个角全部都是点三三定式的这么一个奇观啊，也算是奇观，现代围棋的典型就是三三都被抢掉了，好，这时候黑棋大啊，白棋爬啊，然后所黑以，棋飞，嗯，棋点。那就是李康老师，黑棋现在也不来吃白的，是吧？对，因为黑棋要吃的话，我估计是贴起来吧，贴起来他可能觉得吃太小了，啊，不见得够。哦，大吃他大想，吃那就得往这一带走了吧，我估计是那差不可多能吃这。不着啊，对，贴出来这一跳一带要跳。万一吃不掉可就惨了，嗯，对又对，花一手棋，是这的，手棋是也没的，什么用那还是别走了对，吧，还是别嗯，走。但是这边反正走的时候总是挺大的，因为白的任何时候一压出来可能就跑了，对，所以一贴呢，白就死了。这一手我感觉左上粗粗估略30目肯定不止吧？怎么有30目棋？嗯，算有，是嗯，所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步棋啊。很诱人啊，好，很诱人。实战呢，这个他是在这儿完成定式，嗯，搬，断。断啊，对，断的话呢，因为现在这个黑棋啊，左上方是这个铁后的一个形状啊，所以呢，白棋就不太愿意吃这个了。哦，这个好像发挥就是对，本劣身白势。棋的这个方向也比较一般啊，这个分到这边也没什么劲，然后这个呢还会，被黑棋给蒸死啊，黑子就不会飞了，会蒸死。嗯，蒸死之后呢，如果不理这个地方，黑棋还有个碰，碰，对，是的。白棋有点烦。他是就吃了，就硬了。实战呢？对，实战白棋是选择打吃的定式，然后黑棋吃，白棋拆一个。应该说啊，我觉得整体来说，白棋的这个下的还是很清楚嗯，的，对吧？该吃的吃，该弃的弃，嗯，然后该点的角呢，我都点了。我觉得挺符合柯洁的对，这个风这格个的，明快的这么一个风格啊，其嗯，实柯洁的棋风，不是那种就是说非要什么靠强大的计算力啊，把你给吃一块之类的，更多的是靠这种，比较灵活的这种判断，然对，后他这逐方渐面积累优是势。很强的，对，好，行，黑棋提掉啊，然嗯。后白棋大吃，黑棋贴一个啊，彻底把左上这个地方吃掉。好，然后呢，白棋白棋断上断，去，对。嗯，小姐是寻找一个头绪吧，对，嗯，然后黑棋大吃，白好，棋长嗯，啊，黑棋跳，这个地方其实很有意思啊，因为我们西迷朋友们下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，这个地方不是顺手就打掉吗？啊，对，对，打掉区完了别再在哪虎，对，那么单跳呢，它的意思是说，这个，首先呢，你长也不便宜啊，长它这个尖也不便宜，而呢？嗯。且呢，长完这个之后啊，最关键的是黑棋将来在这一打，白棋呢这个地方，没有完全活干净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如果提的话棋，呢，黑棋在这一拖啊，当然里边是一个，算是个缓一细节吧，这应该嗯算是，嗯，粘啊，黑的，反正理论上来讲呢，白棋没有完全安定。对，欠一手，对，如果直接接住呢，黑棋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扳的妙手啊，白嗯，棋呢只能提，这样呢黑搬棋过一扳，去。还原成刚才的变化。好，这样呢黑棋反正也是，给自己多了一点这个不确定性吧，就是说我万一将来有个打劫的可能性了，他就说我先放着。是的，好，然后呢实战白棋是选择在这个地方加过来，加鸡了，加鸡，嗯，哦，这样啊，好，打然了后黑棋这震，个，埋的尖出，嗯，这下黑棋看不能再保留了啊，这回就打掉了，提，然后在这里跳，拆一，它也是防止这个地方对，重新演现在我觉形，得白棋其实可下的很多啊，就先刺一下啊，嗯。粘上，感觉上是类似这种跳啊挡应该都行，选的哪个？选的挡是吧？选择挡挡住了，啊，嗯，就是现在白棋其实都比较轻，是对吧？对。只要不给自己下特别重，然后不要有什么特别损的棋。对，黑棋飞，然后白棋点。对，现在反正白棋，我觉得就只要这边稍微攻一攻吧，定型定好一点就行。嗯，贴，贴，它就是这样的啊，就嘛，冲一个冲，啊，嗯。这个白棋下的确实很简单啊，这个符合柯洁的，刚才我们说这个，明快是明吧？快的风格啊，嗯。判断很清楚。然后黑棋顶，白棋立，可以看到这个黑棋，反正确实。转了一圈，把棋筋吃掉，但是呢，白棋，通过这个转换啊，在右边也是开拓出一片，
叫什么一片新天地嘛，是对，就感吧？觉上白棋是不是也能接受呢？对，我觉得挺能接受的，因为本身白棋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边可能差不多，它主要还是在这儿便宜了，这边便宜确实比较大，这个便宜的也太多对，便宜太了。多了，对，所以说对柯洁来讲，这个后面呢，只要是保证自己就不太吃亏就行了啊，不需要再占便宜了，就你有已经一，占了便宜，已经占够就感觉有一种对手中了一飞刀的感了。觉。对，确实这个顶一下，刚才我们也说这顶一下实在便宜太多了，顶一下直接就是一个角上的活与死，生与死对的这么一个对，区别，本来顶一点用都没有，就是先顶这边再起条四个啊，黑关心角键就是谢死了。玄准，我觉得他应该也看到了，他还硬来吃这四对，个，所以说这个就诡是，异啊！他跟柯洁的这个差距所在啊，我觉得可能也就在这儿。他觉得呢，吃四个还行，其实柯洁包括这个 AI，认为他吃四个胜率就已经不行了。这就对，是，这确实，年轻棋手还得再锻炼。对对，看看接下来啊，飞，飞啊，这也是常见手段啊。然后白棋大飞，啊，加一个啊，然后白棋加，好，白棋冲。冲完了挡啊，住粘啊，上。然后接住啊，这都是常见下法。好，然后黑棋肯定得接住。白棋继续冲，黑棋挡。上。哎，这时候白棋有没有可能断上去啊？这地方啊，我挺想断挺的，想断，但是断，会但不会是不有点简明对，很大是吧？有点悬。这个确实不是柯洁的这个风格我了，是就贴还是胡啊？都行吧。贴是然吧？后长，我贴死。有可能啊。这就算补一个吧，就算补一个，这飞过来是，白棋可能也没什么成算。对，我就算虎一个，刚才好像你就拐我连扳，对，我连觉得扳，你对，也这个感觉上白棋是非常非常凶险的这么一个结果啊。好，所以呢留是，着吧。哎，是让柯洁先扳，没有理，扳好像也挺好的，不理的话这是不是个顶啊？也哦，许顶是让你挺难受顶啊。他一扳，再粘一下是吧？反正多少有点味道，或者他搬完这个之后，这段应该就成立了。包括这边其实黑棋的味道还是不太好，应该还是有一些借用。好，反这正样黑的也没有硬的心情对，了。好，来先搬虎，白棋拐，好，然后黑棋再点一下啊，这样这个是黑棋的权利啊，然后尖冲，贴跳，好，哎，这个时候啊，柯洁多了一个搬。终于走出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招儿，切断。回到这个段上对，了。就别看柯洁是灵活的，但同时他也挺凶的。对，他觉得我这儿有个扳，这跟刚才断相比白多一颗子儿。那么这个小野老师刚才所说的，这个打了虎啊，他应该就不大怕我就拐出来了。哎，他肯了。定拐出来了。这个地方我等于白多了一个援兵嘛，而且说了是，这地方有个顶，可能还有点先手味是。道。这回我就不怕了。那么我们来看实战。实战呢，断上去之后，好，黑棋打吃，贴。贴，对。然后呢，白棋长啊，这个长啊，刚才我们也刚才说了一半啊，为什么要长？这个长呢，主要因为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冲的手段。这一冲呢，局部如果白棋这儿气比较长啊，局部来讲这一冲，黑棋呢上方这几个子就死了。对，如果挡住的话呢，白棋可以在那就打吃打了一啊，哎，粒就打了一粒就死，死了。如果跳也不行，跳呢白粒一冲，这地方就死了。但是呢，现在白棋这个气很紧啊，所以说柯洁呢还是得先从外面先来长气。他从哪里啊？好，啊，先我，长这个，哦，他不硬非常灵活啊，他等于是把这边、这边、这边三边。这个联系在了一起啊，用我们经常说的下一盘大棋，可以，这个把对手又整晕了。本来不是在这儿计算的吗？怎么又跑这儿对，来先人可了？能觉得这个地方他要跳的话，我觉得他为什么不跳这个对，呢？跳这边。跳这边冲死了，就哦，冲这直儿接给来，我对，拐死了！要哎跳呦，整跳这妈儿，呀！但跳这儿的话，可粘能上了，就粘上，然后黑棋虎补。跳白棋出跳来出，然后黑棋大概是这边再补一虎一个。个，这可能是谢元准的意图，他觉得白棋，反出来就出来吧，对，没什么具没什体么的，关系啊，这该死的反正还是死的。结果呢，柯洁突然就跑到这儿长，估计他也晕真晕了啊！了。他是这个意思，可能他觉得这一带有先手，是对，他觉吧？得这什么跳啊拐这地方有一些，也许啊，他觉得这有很多很多的利用。反正这个都是柯洁擅长对，然后实战是先虎一个啊，然后虎，好，这走完之后呢，终于哎下出了我们刚才所说这个靠啊，这舒也服。舒服。黑棋呢，这时候扳好像可能要被凑白里虎，
只能顶吃对，了。只能顶吃，那白的再跳出，这个地方就完全封不住。对，实战呢，黑棋是点了一下啊，点了粘回去，补回去，对啊，有点难哎，受。这样白棋跳出，嗯，吃，那顶应一该下。对，应该说已经完全进入到柯洁的步调了啊。这时候顶一下粘上，这直接盘，说，我就是这么想对，的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黑棋呢必须虎，好，白棋搬过来，他胡那哎，个，虎这个必啊，须得胡，那对。个是也行。这个跟我们刚才想的差不多啊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可以看到黑棋这个中央啊和这块棋两边都变得非常的这个薄，对，那么后面应该就是这个柯洁，表演时哎，间表演了，是时间吗？啊，看看怎么攻一攻啊。刚才也说了啊，现在白棋呢其实，优势还是挺大的。如果从胜率上来说呢，现在白棋胜率98%。目差来说呢，领先这个五目左右啊，五目左右对他们对柯洁这个水平的棋手来讲，是这个很大差啊距超级啊！大的优势啊，你因想为贴目才7目半，对我都领先了这个快一个贴目了，而且对，没什么很难的地儿啊，不像说要吃棋要怎么着的，就而只且需还要，有一点就是他擅长，对，这是他这很就是擅他长的的局风面格，啊，随便什么靠了贴走一走定定型，这棋基本上就拿下来对。了，所以说这盘棋也可以看出来啊，柯洁最近的状态还是在，很好哎，还是的，很好的啊。对，我觉得九冠王有望。好，哎，然后黑棋坚定先，做活啊，然后白棋飞这个吧。对，现在刚才也说了啊，这黑棋，这块两块棋都处在白棋的这个攻击范围之内，很惨啊，这白棋这个棋全后了，现在轮到黑棋自己忙去了。黑的实在是，我觉得这种地方太难了。哎，贴啊，白棋团断，对。因为这肯定不能死，这一死就没法下了啊，所以说无论如何，得把这个先跑出来，住，贴，断，吃，吃，谢元准也是这个，强行把这个局面搅乱啊，我们等一下，那这一断哈，这个断是个好棋吧，我觉得，他不断占我吃嘛，对，这一断我觉得第一啊，把这个刚才这个小燕老师所说的这个断补上了，第二这一断啊，跟这个飞形成了一个绝妙的搭配。正好这地方我感觉好像黑棋是动不了的，我们可以，我们，对，很我感觉，妙，对，我感觉非是常妙。正好动答，不了，答，打长，对，就再打的是时候呢，白棋这可以跑，如果冲这个的话，我好像可以挡住，对，这个我黑那边棋，冲出去了，对，你一挡打我一吃，对，一打，打吃，对，粘上，那我这个一冲，一冲，这边黑棋就漏了，所以说，包括。这个再厚点的话，一长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杀，这可能角度有点遥远。反正局部来讲，黑棋已经很难挡住了这个局这部。个怎么办啊？这现在，现在我们给谢玄准想想办法。他就照着我们这个思路走的，好，我们回到实战。因为他只能往外去对，因冲，为确实一长，他这不冲也走不动了啊，这也不知道走哪儿了。实战之前长啊，这个很舒服啊，这个是先手全力。好，然后是冲。挡住啊，然后黑棋再冲一下这他是先个，先冲冲，啊，先冲这个啊，先冲先这个冲这个，啊，先冲这挡个，挡住，上，再冲这个。对，这个应该是都在柯洁的这个计算范围之内啊，这就是说把黑棋这些招可能都想过，粘上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黑棋先搬了一下，搬一下比较妙搬是啊，先手是吧？我要不被你打了一粘，我对，死了，对，这个没白用。棋没必要冒险啊，然后一吃，这搬这个本身也挺损的啊，它这那个。超损对，啊！超损啊，搬一下。好，搬一下呢，我们来看它什么目的啊？搬一下之后啊，刚才也说了，如果先断的话呢，不行，这地方白棋打了一冲啊，它就死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黑棋啊，哎，在这里团了一个。这个先手，哎，他有这一个家，对，哎，这个团是算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应急手段吧，只能说是应急手段啊。本身团和白的长交换也是，以这个职业棋手的角度来说，这两步棋交换肯定是心在滴血啊。这真的是心在滴血，走了个迂形，不能一鱼长，形三角，对，就为了能断。但是断完之后呢，白的一长，黑棋呢这块棋又得去忙活了啊。应该说这个，这盘棋柯洁下实在太舒服了。对。从这个搬开始吧，应该说，包括这个断了长啊，顶两下跳啊，长的飞，飞，哎，整体啊，所有的这个，怎么说呢？这个设计全部被柯洁所掌握。应该说，我觉得小米老师，咱们都是职业棋手，看到对手按照自己的这个对呀，我思觉得路去这个下真是棋，太爽这应了。该是这个职业棋手最痛快的一件事情啊！就是说，对方又无可奈何，每步棋呢，你都能想到，他这最，每步棋都是按你的这个思路去进行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几步啊。
那尝完这个之后呢，没办法，黑棋呢要回到这边去做活了。好，来，白棋立，这盘棋哎，真黑棋团，的，哎，确实活了啊，黑棋都不去吃了。哎，您活吧，两眼这做个活去活也是带着屈辱的味吧。道对，啊！然后搬，顶，哎，他先交换两个，好，这倒也无所谓了。然跳，后黑棋跳一下啊，白棋跳，对，那么下到这儿呢，这个黑棋只能在这个地方后手做活啊，做活之后啊，哎，柯洁这地方呢，不依不饶，发动了最后一击打吃，也就是说这两个子按说早就该死了，他觉得这地方啊还有棋，哎，粘完之后一虎，还能在还这能再纠缠对，啊？这一虎之后，这个黑棋终于是走不动了啊，因为这个如果跳的话，白的可以粘。一挡，这一挡呢，哎，黑棋这边这个又死了啊，这个实在是，太残忍了啊，这太残忍了。那这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对稻草对，这啊！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，没办法，黑棋实在只能吃这是，开个，始然吃是后，吧？就先手，对啊，吃这个啊，对对对，提掉，提掉之后白是不是加一个？跳，这边还有粘啊，这个确实，还得再收一回确实气，不给小朋友活路啊，这个是，黑的一断然啊，后哎，挡，白的一挡哦，先黑的手，一走啊，然后白棋一天跳啊，哪！这不知道输多少了啊，这个黑棋，转了一圈，中央全部被白棋给吃光，底下被吃光，黑棋就只吃了几个残子，这还收气吃，这边也是对，白棋的，这个应该说太惨了，实在太惨了啊，这地方，这个目数当然就没得收没得了收了啊！后续也是跟胜负无关啊。这个应该说，柯洁取得了非常漂亮的这么一场胜利。对，其实后面也就再下了10来步，然就后认就了啊，投这子也没什么了。可下的，确实差距很大反正这盘棋看下来呢，确实有一种就是柯洁的这个状态神勇。对，确实是赏心悦目啊。从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，从断，到这个长乐飞跳搬飞，然后再飞，整个的这个局面完全被柯洁所控制住。没这个错，确实下得太爽了，只能说下得太爽了。对，那柯洁也就是顺利的赢下这盘棋之后呢，进入到了32强。对，进入到了16强。32强，对，对，赢进了入就到进十入六到强。16强了。对，我们可以还有点时间啊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胜率情况。可以看到这个，已经下完的是吧？我对，们已经看，下完的呢，我们报一下结果吧。好，我们点进去看一对，下。比较精彩的比赛呢是丁浩战胜申敏俊，对，丁对，丁浩浩赢胜申敏俊，了，柯洁对，胜谢玄准。但是中国好像有不太好的消息啊，谢尔豪负输给。给了上野爱笑上野爱笑美，然后美，谭笑输给了台北的赖君辅8段，这两盘是不太好。对，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胜率，其他的话，其他比较受关注的其他是表就是申真吧？绪啊，我们再往上拉一拉，看看申真绪。还现包在是这样，括赵晨赵晨宇，宇，对，就是朴廷桓这从盘，胜率上来说呢，这个李宣豪是97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李宣豪，那李宣对，豪我们基本今上是天要之赢前了。那盘，申真绪呢？这个在布局不利的情况下啊，现在已经完全扳回来了。好像从胜率上看对，是这是样子。申真绪99了。芈玉婷是要赢93。好，那我估计这个16强的话，中国应该能有个一半至一半少，至少吧至少有一半棋手。那么可10。能还是后面会形成这个中韩争霸的这么一个局面。好，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啊，兰科杯后续带来的对，这个直播。这个下一轮呢，好像是在后天比赛，4月27号。休息一下，对，明天休息一下。那我们期待后天呢，这个更中精国彩队的有好比的赛。成绩，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好，谢谢。再见。